很久没来过这里了，看一下现在这水流这么大，外面这个出水口肯定是有鱼的啊，就在这个出水口钓黄骨鱼，百分百很多。虽然这里很吵，但是鱼货肯定少不了的，挂上蚯蚓赶紧开漏。上鱼的第一竿，看吧，马上就中了一个，虽然很巧，但是也是钓到了。中了，大家伙，不小不小，小不小。来了 nice， 可惜啊，他真够了。中了，不小。又一条，又中了，中了，太走水了，它动作很轻，看吧，这种都吃生蚝了，钩子又给它吞了，这个好黄啊。可惜又吞钩了，中了，还有一条，这个感觉挺大的嘛，这个大家伙，这条不错，基本上钓一条鱼换一个钩啊，都是吞钩的。没救啊，分钩的直接就没救了，小的，看吧，小的，这种我现在钓的是第四条了，钓了四条这种这么小的了。中了，有一条，回来，还是吞钩，没得救，应该也够吃了，再用这根杆子钓一条，就撤退。这根杆子不钓了，就想绑钩了，好费钩子，真的钓一条鱼费一个钩。哦，挂底哟！哟，钩子应该断了，看一下还有没有得救。钩子没断，还能玩。大货啊，啥都能钓啊，算了吧。想钓多一条都钓不了了，现在回去了，不钓了，都是小鱼在吃了，太难了，撤退。再加上这里很吵啊，吵了一个多小时我都顶不住了，反正这鱼够吃了，回家做饭吃了。
看一下收获吧，钓了四条，这个小的小的就不要了啊，两个，这里三个四个，然后这五个大的就拿回家煮了，不煮也不行啊，他们都吞钩子了，撤退。